叫做火星，是粒大明星。Hi Moon。喂，喂 Moon。哦，我火星啊火星，上年火星大冲就梗系多人识你啦。不过嚟紧三月尾去到四月头，你就比较星途暗淡啦。五粒行星入面，金木水火土就除咗你之外，其余几粒行星将会同月球出现一个四星连环合月嘅现象。咁呢啲行星咧，其实都系喺同一个平面上边围住太阳公转嘅。咁我哋喺地球咧，其實都會望到呢幾粒行星嘅。正正係因為呢幾粒行星咧，圍住太陽公轉嘅平面咧，好接近啦。咁我哋喺地球上面咧，都會望到呢幾粒行星出沒嘅位置咧，都係喺同一個軌道上面嘅。圍住地球公轉嘅咧，仲有月球。月球咧，大概以一個月嘅時間咧，圍住地球轉一個圈。咁所以佢每一日咧，喺天上面嘅位置都會有輕微嘅變化嘅。咁而更有趣嘅咧，就係月球圍住地球公轉嘅平面。以及行星圍住太陽公轉的平面，這兩個平面呢其實是非常接近的。當月球的位置不斷變化的時候呢，其實它會經過很多行星的位置的，那這個時候呢就會出現一些行星合月的現象了。木星合月、土星合月、金星合月、水星合月將會在3月27日到4月3日上演，有興趣的市民可以把握機會，舉頭望明月，唔好低頭住，睇埋隔離幾粒星先啦。